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冰，我是 Rebecca， 现在我也是一个网红，然后呢，我是非常爱美的，然后 MCE 是我非常推荐的产品，因为呢，我已经吃了它一年多了，吃完以后呢，它有什么好呢？就是皮肤美白，然后呢，骨质胶原很好，然后呢，身体也健康很多了，差不多都没那个看过医生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如果你们要吃好的保养品呢，一定要吃 MCE。然后呢，他们也有很多，这个是 MCE， 那 MCE 吃给一些比较那个可能更年期啊，或是老人家啊，虽然我不是老人家，可是他会更新你的那个身体的那个状况啊，有更有活力啊。然后他还有个 VP 呢，它是一个植物的那个干细胞，然后呢植物的这个呢也是可以美白啊，延缓更年期。然后他们还有个 PE， 就是那个胎盘的。MCE 就是无脂精华，总之呢，我觉得他们所有产品呢都是非常好，所以呢，我会推荐给大家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啊，谢谢。